好，震惊时的新北咖啡商在住家门口遭枪手枪杀，犯下重案之后，这枪手呢潜逃厦门。中国国台办今天做出了最新回应，他将被遣返回台。好，来回顾，这是在上个月22号，这咖啡商遭到了枪手行刑式的枪杀。这名嫌犯黄姓男子啊，案发当天他就逃往了中国厦门，还两度变装。那同时传出他人在厦门湖里区的一间隔离酒店。那刑事局的两岸科随后也商请了中国公安部提出申请，那协助逮人。目前国台办回应，已经决定要将他遣返回台。